开走，那个跑了，山坡上。打一个，打一个，二标，二标。哎，没落上。两个。太他妈搞笑了，这。哎，甲骨竟然了。啊！我操，这里这个逼也不怎么这么屌啊！我开了哎，我操！完了，龟龟，哪打的？屁股偷袭的二彪。完了，他要来好像，滑了那跑车，左下看见没？看到了，要打他吗？打他吧！一步一步，他队友在前面，队友在前面。劝过去了好像已经，哎，是不是倒了？不知道，没倒没倒。我操，兄弟，架下，他妈进去了。我左边，到这个绿灯后面。有个人，三边有只人，三边能打吗？看不到了。绿灯那个在哪？就在那后面。能打吗？在就是那个地位，好吗？好，绿灯倒。到原点，原点绿边那边有一个，他俩去左边呢。哎，这有一个，这飞机里面。打右边。这一标的对吧？是不是？应该是。不知道，反正藏起来的一直没漏过，可能在伐木场。我都出来。边右边树有一个。哎。我很卡，我有点卡。哎呦，他乐了。他跑了，他跑了。这个厉害，兄弟！最后那个人是个脚本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有点难打中。脸上树。二标，二标。龙死哥，妈！